你啊！站住！站住！你不要打！不要打！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你干嘛？你变态！要死人！不要再打了！哎，你好大！好大胆子！我都把你看过来，想怎么样？你不要让人先告状啊！我都没有怪你偷看我洗澡了。你还敢讲？你告诉我是谁？怎么在我家？你说。这里是民宿吧？我住在这里吧？啊！太行了！太笑！我是这里的 CEO， 我是老板娘，我怎么会不知道这个客人呢？你骗谁？那个叫我请什么？我请叫我住在这里的。请。齐大师啊，齐大师啊，帮你准备了一点简单的早餐。干什么？你好奇怪哦。哪里怪？就你突然对我那么好，不习惯。你是哪里有问题啊？别人对你好你还嫌，难道要别人打你骂你你才会觉得自在是不是？不是啦，是我觉得你这样子还是有点做作。好啦，我开玩笑的，谢谢你啊。哎，我问你，这件事。你打算瞒你妈瞒多久？我也不知道。老实说啊，我连接下来该怎么样都不知道了。我只知道，我现在想要好好的把宝宝生下来。你很勇敢。其实我很佩服你。我觉得你下的这个决定真的很勇敢。其实你可以更有自信一点，抬头挺胸跟你妈妈说，你想把这个小孩生下来。我其实没有你想象中这么勇敢。在跌倒的时候，我很害怕。可是除了害怕，我脑子里还有另外一个想法，一个很恐怖的想法。我现在想起来，还是觉得我好恐怖、好自私，因为我想到，要是宝宝没有了，这样也好，这样我就不用面对我妈了，我也不用承担一个当母亲的责任。宝宝没有了，我可以回到我以前的生活了。我，你现在一定觉得我很烂，对不对？家庭，事情不是你说的这个样子。可是这样，我能够当一个好妈妈吗？
我真的做好准备了吗？我就算把小孩生下来，我不会对不起他吗？够了。而且，我更害怕的是伤害到我妈。她辛辛苦苦的把我带大，我知道她最不喜欢的就是我吃她吃过的苦，但是我却让她失望了。难道我要去跟她说，妈，我跟你一样哦，我也要当单亲妈妈了，真的，我怎么说得出口？陈雅婷，你给我闭嘴！不要把你所有的恐惧，还有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你妈妈还有你小孩身上。如果这件事情你不知道一个人怎么去面对，我陪你面对。如果你不敢跟你妈妈说，我来帮你说。幸福的事就在遇见幸福的地铁。如果你不敢跟你妈妈说，我来帮你说。听我解释。你给我闭嘴啊！你，我有话要问你。这口狼公一系列秉义哈，是你收留他的，是你在罩他，是真的吗？他不是我的朋友，而且我也不认识他。你，是他自己硬要留下来，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。哎，不是，我可以解释，我可以解释的。我昨天在市场的时候撞到雅婷啊，她东西掉了，我捡起来要还给她，我就追到这里来啊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吓到她跌倒，差点还流。哎呦，我的脚好痛哦。雅婷，你怎么了？你的脚没事吧？跟着我，跟着我，跟着我。脚怎么了？不小心跌倒的。不要动手动脚的吗？大家有话好说吗？耳朵都烂掉了，我又没有说我不付钱呢。你先放手，都跟你说了，放手。不放。我真的有钱，你看，很多很多钱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我眼光不通啊，我姐姐休息。哎呀，你知道我们开民宿的最重要就是什么？就是安全啊。我刚刚态度证明什么呢？证明我们这边保安筛选客人是非常用心的。来，我带你去看房间。嗯，请。来，直走哈。还好，我差点以为我妈发现。顾晨雅婷，虽然刚才你妈妈没有听到，不过这件事应该也瞒不了多久，你的肚子很快就……你应该知道我的意思吧？知道啦。哎，好大啦！
医生，我观察你很久，你是不是在台北混不下去，所以才躲在这里的？没关系啦，人都有过去的嘛。不过从今天起，我跟你讲，认识我是你走运的开始。我跟你说，其实我还蛮欣赏你的。来，帮我倒酒。这个是乌龙茶。乌龙茶？我们男人在聊心事 ，men's talk 呢，怎么可以喝乌龙茶？那都没有 feel 啊！我去拿酒。你好样的啊！刚刚在金姐姐面前竟然给我装不认识，本来就不认识啊。有 guts， 你这个朋友呢，我飞两哥张浩洋交定了啦。从今以后我们就是拜把，别羡慕，我会当你是 match。不用了，谢谢。好了，择日不如撞日，就今天了。今天我们三个人来结拜。你就你当大哥，你二哥好，我三弟。基本上呢，我比较怕血啦，所以那个歃血为盟的事情我们就算了哦。从今天以后，我们三个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我先干为敬。谁要跟你一起死啊？既然大家都是兄弟，哎，坐下坐下，有话好说嘛。有些事情我还是讲白了，那个。雅婷呢？陈雅婷，她跟你是什么关系？该不会是二嫂吧？如果是的话，就当我没问。我祝你们幸福。还二嫂呢？她是我国中同学。就国中同学？确定不是二嫂？就国中同学，没别的了。你确定？你看着我的眼睛，我再讲一次。那我就放心了啦。哎，讲在前面哦，我的原则是，我绝对不碰兄弟的女人啊。你喜欢陈雅婷？拍着拍着拍着。什么喜欢？我只不过对他有一点点好感而已啦。不过说真的，他还真的是我的菜。等一下，他现在是个孕妇哎，谁下得了手啊？狼心狗肺不是东西嘛，对一个孕妇这样子。哎，我刚才有说什么？他说他喜欢陈雅婷。哎呦，我没有说我喜欢他，你们听不懂哦。虽然我也还没有结婚呐、啊。雅婷也说她现在没有老公，我们男未婚女未嫁的，是还可能有进一步的发展空间呢、啊。等一下。让她怀孕的那个是谁？这关你什么事啊？什么不关我的事？我是谁？我行侠仗义，我全身都有瘦，只有胆子很肥的肥胆哥张耀扬，哎，啊，这种搞大女人肚子就不管的笨手，我看不下去了。我敢发誓。只要我张耀扬活着的一天，我绝对不会让这个丧尽天良的笨兽，可呸！二哥，拍谁？揪出来！好好的给他叫狗叫狗！喂！
雅婷。季姐姐，你来找雅婷干嘛？我是关心雅婷的脚受伤有没有好一点。哎呀，这个窗户门怎么打这么开啊？脚受伤的人是不能吹风的。为什么不能吹风啊？因为吹风会感冒，脚受伤的人不能感冒，感冒要吃药，吃药不好，尤其雅婷现在又是孕。运动伤害，吃药会有后遗症，吃药不好。脚受伤吃感冒药会有后遗症，我怎么从来没听过啊？那最新说法吗？你不要听他乱讲，你小心点啊！我走过来都没事啊，你不要再听他乱说了，不相信是不是？那我证明给你看，踢他给你看，没事啊，踢他都没事啊，都没事，没事啊，没事啊，没事啊，妈，恢复很快呀，脚好有力，都没事啊，没事，季姐不要担心，张耀扬，你在搞什么啊？你干嘛跑进来跟我妈说这些有的没的、啊？要是让我妈知道，我就完蛋了。对不起，麻仙女，我也不知道会遇到季季姐啊。哎，我刚刚在这边帮你圆的不错吧？最好是啊。大哥哥，还有觉得不舒服吗？那就好，我看这几天你就先在床上休息好了，好。谢谢啊。大哥，我话没讲完呢。雅婷，你肚子里的小孩，爸爸到底是谁？为什么他把你一个留在这边都不管？为什么？啊？雅婷，这件事情你不想说就不要说。也没什么不可以说的。他是一个很好、很疼我、很爱我的人。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，好幸福。要是有这么幸福的话，为什么你现在是一个人？没啊，啊他人呢？他死了。去年他发现他得了癌症，可是发现的时候已经太晚了。他不想要把他所有的时间浪费在没用的治疗上，他想要留下来，拿来陪着我。可是我们都没有想到，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时间会这么短。两个月前他已经死了。不过他也不是什么都没留下，他留下了一个宝宝。这就是我不能告诉我妈的理由。要是她知道孩子的爸爸已经走了，她一定要我拿掉的。所以我拜托你们，千万要帮我保守这个秘密。雅婷，雅婷。
婷，雅婷，你的未来我扛着啦，我绝对不会让弟弟姐动他一根汗毛的。最幸运的是，爱原来不是负荷。最幸福的是，就在遇见幸福的地铁。哎，小心！你怎么还没睡啊？你还说我，最应该休息的人是你吧？我想倒杯水喝啊。那你可以叫我们帮忙啊。走，回房间，小心。喝吧，喝完就睡。看我干嘛？喝，早点休息。我有个问题想问你。昨天聊到怀孕的事，你为什么反应这么大？早点睡吧。我们现在除了怀孕，没有其他事情可以说吗？对你来说，我只是小孩的妈妈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知道你最近很难受，所以我想帮你找一些资料啦，找一些书，尽我所能的去帮你嘛。安心。帮我？你能帮我什么啊？我不是故意要对你凶的，我真的不知道我自己怎么了，我觉得我好害怕，我觉得我自己还没有准备好，而且我一定会是一个脾气很坏的妈妈。会呢，我相信你一定会是一个很好的妈妈。虽然这个妈妈脾气有一点坏，只有一点点了。新平，相信我，我也会很努力的成为一个好爸爸。相信我好吗？这天会比较好一点吗？我问你啊，
况应该平稳很多了吧？那这样子应该不用继续再演戏了。原则上是不用，但是你不可以因此松懈下来，还是要多休息，尽量避免长时间的走动，还有太大的心情起伏也不好。可是以前我阿姨他们说啊，他们怀孕的时候都到处走，还爬山呢，说这样子比较容易生出来。如果你之前没有摔倒的话，适当的运动是 OK 的。不过照你的情况来看，还有你莽撞的个性，你至少这个月安分一点，要不然再发生什么状况的话。比方说腹痛不止啊，不正常出血，蛮严重，你可能就得躺在床上安胎，然后一直躺，一直躺，一直躺，躺到你顺利生产为止。真假的？一直躺，一直躺，一直躺。吓你的，你还真的在算了，这么好骗。休息啊。阿妹啊，阿妹，我又带我老婆来看你来了。叫我啦，来了。哎呀，像啊，有爷爷。你好。有奶奶。你好，你好，欢迎欢迎。我昨天还在想，怎么今年你们还没有来，结果今天你们就来了，证明我们真的是心有灵犀。对啊，没有谁叫我，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去，把客人住宿登记簿拿来。哎，行李给阿梅亚就好了，你明天出来休息一下。啊，好，我们先走。啊，休息休息休息。先休息一下，我在估计呢，你们可能随时会来，所以就把你们住的房间都整理好了。好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名字签在这。好，好，谢谢。哦，对哦，你们没见过吧？这是我女儿。他本来在台北上班，最近刚刚搬回来，叫雅婷。雅婷啊，有爷爷有奶奶，他们每一年都来这边住好几天，已经连续五六年了，是常客。哦，有爷爷好，有奶奶好。他好。雅婷是吧？嗯，长得好漂亮啊。没有，她长得像你。哎呦，太衰了！你说我怎么跟年轻人比吗？雅婷啊，赶快帮有爷爷有奶奶倒红茶。哦，好好，等等啊。天天啊，洋洋，这个是有爷爷有奶奶，有爷爷有奶奶是天天，洋洋。好，你们好，你们好。雅玲姐，哎，君明，你要不要喝冰红茶？不可以。雅玲姐，你现在不可以喝冰的，也不能摄取过多的咖啡因。你不知道你现在是 baby 的 baby。最幸运的是，爱原来不是负荷，最幸福的是。就在遇见幸福的地铁。不可以！雅玲姐，你现在不可以喝冰的，也不能摄取过多的咖啡因。你不知道你现在是 baby 的 baby。是这样的，我们女孩子之间呢，都喜欢互相称对方为 baby。baby， 我知道我生理期来了不方便喝冰的，但是这个冰的呢，我是倒给我家客人喝的，可以吗 ，baby？ 哎，有奶奶，别理他们，先上楼去，待会把红茶送上来啊。哦，好，来来，请。慢走。雅婷姐，对不起啊，
我这个笨蛋，差点穿帮讲出你怀孕的事。没关系啦，你又不是故意的。那个雅婷姐，丁医生在你们这里住多久啊？他的房间在哪里啊？他的房间……哎，对耶，你认识丁丁哦？严格说起来也不算很认识啦，就是……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其实我暗恋他啦。你暗恋他？嗯，我在医院实习的时候就喜欢上丁医生了。那时候的他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哦，他是心脏科的王牌医生，对病人又好，个性又超阳光的耶。超阳光？他耶？嗯，对啊，我还记得第一次见到他是我刚到医院实习的时候，那时候的我什么都不懂，常常出错，有时候连打针都找不到血管耶。丁医生，哭什么呢？学姐骂我没资格当一个护士。那你觉得身为一个护士应该要具备什么条件？技术吧，毅力。对我来说啊，一个好的护士一定要比任何人都还有毅力。在这个地方眼泪不值钱哦。既然你有时间哭，还不如把时间拿来证明你比任何人还要适合留在这里。而且啊，你一定要告诉自己，我永远都不会放弃，我一定要成为一个最好的护士，好吗？真的是帅翻了！我打断一下哦，你刚刚说的这丁医生，确定是现在这个丁医生？怎么我从头听到尾，我不太觉得你说的这个丁医生跟现在这个丁医生是同一个丁医生啊？其实我看到现在丁医生也吓了一跳，他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忧郁阴沉的样子呢？我决定要当孩子的爸爸。你又发什么疯啊？我是没有念过几年的书，但是基本的人情义理我懂。忠孝仁爱是义可兵，礼义廉耻我背得出来。像他们两个孤儿寡母的，我看不下去了，我一定要想办法帮他们。耶稣你们听过吧 ？Jesus， 耶稣。他就有说过要照顾孤儿寡母嘛，我就来跟雅婷的妈妈说，我就是孩子的爸爸，这样子吉吉姐也就不会怪雅婷，雅婷也就可以安安心心的生产，没错。所以你要告诉陈雅婷的母亲，说你侵犯了陈雅婷。没，我哪那么下流啊？我当然是跟她说，我还有雅婷。两个人是情投意合，一时情不自禁。雅婷，来吗？要羊不要？雅婷，来吗？要羊不要？雅婷，来吗？太没说服力了，真的。所以，我才在找你们两个商量嘛。啊，三个怎么样？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，我们一起好好想办法来帮雅婷呢、啊。我想陈雅婷应该有她自己的打算了。你这样介入他的事情，不但没有帮到他，反而还会害了他。要不然你们要我怎么样嘛？啊，像你们两个一样冷血吗？
你就只会讲风凉话啊！他从头到尾都不讲话。一个未婚妈妈的心里面有多么的不安，有多么的挣扎，我都看得出来，你们两个会看不出来吗？骗笑哎嘛！啊，我的办法不好，大家一起想办法啊！大家一起来出力嘛，对不对？啊，算了啦，吼！跟你们两个讲话浪费我的口水呢。哦，冷血动物，冷血动物，气死我了。爱原来不是负荷，最幸福的事就在遇见幸福的地铁。妈妈的心里面有多么的不安，多么的挣扎，我都看得出来，你们两个会看不出来吗？骗笑哎嘛！这就是我不能告诉我妈的理由。要是她知道孩子的爸爸已经走了，她一定要我拿掉的。陈雅婷，现在是什么状况？拿那么重的东西，你是又想进医院吗？嘘，三个衣服有什么关系啊？这谁的？谁的？你们三个的啊？还是我来好了啦，你们是客人。你给我坐好，不准动。哦。还是我来，你们真的不许。Sit down。雅婷啊，以后这种事情就交给我们三个就好了。你跟琪琪姐的衣服我们全包了。量好吗？啊，有差吗？啊，传说中的内裤吧，那么花俏，该不会是？琪琪姐的，我帮你还给她。好丢脸啊，好丢脸啊！我不要活了，我不要活了，一个看到就算了，还三个。美人，快来啊！我
了，带你兜风啊！哎呦，你恶不恶心啊？这么大年纪还叫美人呢？你在我心里啊，永远是个美人。坐好啊。嗯。来。走啊，兜风去啊。OK。雅婷最近回来了，哦，我想应该是没有男朋友。好啊，来问问看他，那就这样子吧。雅婷啊，你上次不是说你很喜欢那个国际巨星吴尊吗？嗯，怎样？喜欢就好。没有啦，就你表姑妈那个朋友医生儿子啊。有一次我们约在吃饭，他一进来，我第一眼看到他，我还以为是吴尊来了，是盖的，超像的。那所以呢？所以就看改天又来吃个饭，交个朋友呗。你有我相亲就直说嘛，在我面前演什么？不是啦，不是相亲，就交个朋友，你想那么多。妈。我跟你说啊，我慎重的告诉你，不要再帮我安排这些有的没的相亲了。我现在，啊，反正我现在不想相亲啦。哎，相亲又怎么样啊？你这个人这么古朴，又这么难相处，你也不想想几岁了，还嫌东嫌西的你。你不要再念了好不好？要找我自己会找啦。不，陈雅婷，我跟你说过多少遍，一个女人在外面事业做得再成功，那也不是真正的快乐啊。女人的幸福就是在家庭嘛，所以你要嫁个好老公，生几个小孩，有个完整的家，这样的人生才完整啊，这才是真正幸福，你懂不懂啊？你我不懂，为什么一定要结婚？为什么一定要有老公？为什么这样才会幸福才会圆满？我们家也就我们两个人啊，还不是一样很幸福很圆满？反正就是不正常了。哪里不正常？那。对，我们家就是不正常，所以我才得正常一点。我要你正常的结婚，正常的生孩子，有个正常的家。其他那些欧北来的什么同居了、未婚怀孕，我告诉你，你想都不要想。你自己做不到的事情，就不要都推到我身上来。你没有结婚就生小孩，又不是我害你的。为什么不给他多一点空间，让他好好静一静呢？其实我很好奇，你上次跟耀阳说陈雅婷是你国中同学，对吧？所以呢，我只是觉得你不是那种会关心每一个国中同学的人，所以我好奇啊，
像陈雅婷这种国中同学身上到底有什么吸引者让你这么在意？季季姐，要死啊！想吓死啊你！没有啊，我是关心你嘛。哎呦，你在哭我？关你什么事啦？没有啦，是不关我的事啦。只是我很好奇，刚刚雅婷说你做不到的事情，不要推到她身上，啊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西北啊！姐姐，我，哎，姐姐。